直播吧。6月25日讯，据马卡报报道，上赛季欧冠决赛之前，切尔西攻击手阿扎尔的父亲蒂埃里·阿扎尔曾和皇马联系，他希望西甲豪门能够签下自己的儿子。据称，蒂埃里·阿扎尔向皇马表示，自己的儿子和切尔西的续约谈判已经陷入停滞，而且自己的儿子希望下赛季出现在欧冠赛场上。阿扎尔考虑今夏加盟皇马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比利时国脚目前正在随国家队征战世界杯，但他之前已经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愿望。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两轮比赛战罢，阿扎尔已经取得了两粒进球，他是闪耀世界杯赛场的球星之一。六年之前，阿扎尔还在效力里尔的时候，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曾让齐达内观察了比利时人的表现，齐达内建议皇马签下当时都在里尔效力的阿扎尔和瓦拉内。自那之后，阿扎尔就一直和转会皇马联系在一起。齐达内的离开不会影响皇马对于阿扎尔的看法。比利时人被认为是皇马无法签下内马尔的替代者，他的身价大约为 1.2 亿欧元。现年27岁的阿扎尔职业生涯已经获得了两个英超冠军，一个欧联杯冠军和一个足总杯冠军，他准备好了迎接新的挑战。阿扎尔希望找到一支适合自己足球风格的球队，他也希望找到一位能够让自己发挥出全部潜能的主教练。无论在穆里尼奥还是孔蒂麾下，比利时人似乎都逐渐滋生失望情绪，这就是他维持那么拒绝了切尔西提供的34万镑周薪的续约合同。事实上，切尔西下赛季无缘欧冠赛场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阿扎尔的一个个人赞助合同和他在欧冠中的出场次数相关。尽管如此，阿扎尔若转会的话，他也会更多的考虑竞技方面的因素而不是经济方面的。皇马正在密切关注阿扎尔在俄罗斯世界杯上的表现，尽管他的位置可能会和贝尔、阿森西奥或者伊斯科发生冲突，内马尔能否加盟皇马以及贝尔是否继续留在皇马都将影响到比利时人加盟皇马的可能性。